find the perfect gift? Don't panic. Gift Mode on Etsy is here to take the stress out of gifting and make it easy to find incredible items for anyone and any occasion.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雅图雷藏寺参加周六同修。今天呢，同修主尊呢是观世音菩萨。请问今天有没有要做皈依的同门？如果有的话，请举一下手。好，好，有看到了，谢谢。好，谢谢。好，那跟大家公布一下，是说明天呢，彩虹雷藏寺的开放时间呢是11:15。那彩虹雷藏寺呢，在11:30呢到12:30的时候呢，就可以在护摩殿的大门口先排队拿那个进入护摩殿的座位号码哈。11:30到12:30期间，如果呢你们在1:30的时候呢，就是拿了那个座位号码之后呢，1:30呢开放进去里面啊。那1:30如果你们呢在这个1:30之后你们才去到的同门呢，那你们可能就是要先排队一下，如果里面还有座位的话呢，会安排你们进去。如果1:30之后的同门呢，如果没有座位的话呢，就请坐在彩虹雷藏寺大殿啊，那边有荧幕直播，还有报名处那边也有荧幕直播哈。如果是报名主席的同门呢，你们呢报名主席之后呢，可以就是领取那个主席的座位号码，也是在护摩殿里面的座位啊，不需要排队，就是在护摩殿报名主题。如果你们是在网络上报名的话呢，那么你们呢也可以出示你们那个收据，然后呢在主题报名处呢就领取那个座位卡啊，之后呢在那个护摩殿进入的时候呢，他们会安排你们入座。好，谢谢。也是1:30入座哈，1:30开放啊，11:30到12:30呢是派座位号码。如果是有报名主席的，直接你们可以呢在报名主席那边呢，请他们给你们那个座位的卡就是一个主席一个座位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提醒大家一下，请你们将你们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关机，谢谢大家的合作。
正是同修观世音菩萨本尊法，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众人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Oh,
声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灵力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请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介绍贵宾，今晚的同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廖东洲大使夫人朱迪师姐，欢迎西雅图刘建军医师。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麦克风没开。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香港的莲花小婷。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温静，来自文莱爱斯特路，谢谢。阿弥陀佛。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温月玲。哇，好乖哦。师尊好，师母好，我们是新加坡，我是莲花启明。莲花巧音，莲花巧真，莲花学荣。师尊好，师母好，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各位同门，大家晚上好。我是莲花景泉，也是来自新加坡，谢谢。欢迎你们。请问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如果没有的话，虎边这边有要自我介绍的吗？萨瓦迪卡，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们来自泰国曼谷德聚同修会，我叫莲花世杰。师尊好，师母好，萨瓦迪卡。我是莲花นาริธา สวัสดีค่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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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莲花天康 好乖哦 สวัสดีค่ะ 我是莲花ทิติวัน
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莲花淑玲，我是在梅兰印尼来的，感恩师尊，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莲花小童，来自马来西亚，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张思敏，来自纽约，欢迎。师尊好，师母好，my name is Changchub Chodan, I am from Tibet and Nepal, currently in New York. Tashdele. Welcome, Tashdele.师尊好，师母好，各位法师们好，我们一家来自西雅图，我是丁柏林，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杰秋，来自西雅图，欢迎。师尊好，我是陈丁，我是在西雅图，欢迎。大家好，我叫赵永诗，我来自香港，然后呢现在住在西雅图，谢谢，欢迎。让我们也以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莲花逸轩，还有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莲花慧珍，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同门，莲花怡宝，怡宝哈，欢迎怡宝师姐。师尊好，师母好，我是莲花燕妮。欢迎。师尊好，唐僧至尊，大家好，我是莲花行仪，来自马来西亚，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莲花国伟，来自新加坡，欢迎。还有吗？Yeah, my name is Tang. I came from Portland, Oreg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I meet the Guru Master. So class. So I have. Welcome. Tang. My name is Tang. Yeah. 还有吗？好。让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们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同修观世音菩萨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那么大日如来，那么佛眼佛目，那么阿弥陀佛。那么莲花童子，那么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 ：Om Guru N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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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an Sheng Siddhi Hum。做数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
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精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嗡花什那当呵呵吽，南无萨曼多摩德兰，嗡多罗多罗得维梭哈。念招请咒：嗡啊吽梭哈。Om Ah Hum So Ha Om Ah Hum So 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圣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受。大曼达供养，受结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金刚护法空行龙天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 Va Da Tha Ga Da Yi Da Mu Guru Nana Mian Cha Na Kang Li Li Da Mi。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归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
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 ：Om Boranj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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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oranjali。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主盖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施舍后生诸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狮子游戏佛，报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胜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昭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保守佛，下方圣寂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出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言：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人臣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人臣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人臣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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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人臣得，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生，刀兵利摧者，会露
生欢喜，死者变成佛。莫言此事，须诸佛不忘说。高往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与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往观世音经中，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舍顿佛比，阿弥哩哆比伽南得，阿弥哩哆比伽南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舍顿佛比，阿弥哩哆比伽南。阿弥哩哆比伽南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舍顿佛比，阿弥哩哆比伽南哆，阿弥哩哆比伽南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尼娑哈。数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大白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持咒：嗡咕噜念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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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念声悉地吽。Om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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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 数节莲花合掌印。先观空，念观空咒：嗡娑巴哇苏达萨瓦达玛娑巴哇苏杜汉，嗡娑巴哇苏达萨瓦达玛娑巴哇苏杜汉，嗡娑巴哇苏达萨瓦达玛娑巴哇苏杜汉。观想虚空中有蓝色的月轮。月轮中有白色种子字，色字放大白光。月轮中色字旋转，化为白色自信观音。观世音菩萨坐莲台，天衣宝饰璎珞，庄严慈祥，有无量白净光照射，可观想大明六字咒围绕着菩萨放光明。观想观世音菩萨右手持白净瓶，化成一条白光，成一弧度，照观行者。行者之恶业、恶念，全化为黑气，由毛细孔蒸发出去，在大气中消失，进而全身
纯白、透明、发光，得大清安。观想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飞到自己顶上，住于顶上，然后缩小成一粒米大的光，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月轮中心有种子字 set 字，观想 set 字放光，摄照观世音菩萨进入中脉，一弹指间，自己与观世音菩萨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持观世音菩萨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嗡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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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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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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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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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九节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节念佛 Om Amitabh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ton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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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ye Soha Om Chani Suri Junti Soha Om Chambana Chanang Chanaye Soha Om Aho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e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haziya Bekhaziya Maha Bekhaziya Naja Samo Kadehe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齐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悯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观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师母健康长寿持咒 Om Amanoni Ju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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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愿以净光消我业得成自在观音尊放大慈光来济众人人同归大悲尊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生佛中众弟子一心祈愿慈悲护主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以无尽的慈悲力护佑圣尊体魄强健精气足长寿长乐常自在财福天成永不乏大乐任运偏法界密法救度众生苦指引到极乐彼岸祈愿加持师母病业退散百病消清净心安气和顺身体健康易开怀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
一心敬礼，千百亿化身，观世音菩萨。一心敬礼，千百亿化身，观世音菩萨。一心敬礼，千百亿化身，观世音菩萨。祈请菩萨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菩萨放光加持，四生六道离道现，祈请菩萨加持众等身体健康，加持智慧圆满，加持一切敬爱，加持习斋增益，一心敬礼，千百亿化身，观世音菩萨。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祈请本尊加持祈愿圆满，祈请本尊观世音菩萨让瘟疫退散，病毒退散，地水火风灾难退散，刀兵戒退散，恶言退散，恶运退散，恶念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eja Sato Samaya Marubana Ya Beja Sato Delu Badi Cha Jeto Me Bawa Soto Kayu Me Bawa Sopo Kayu Me Bawa Anula Tom Me Bawa Shawa Hasidi Membola Ya Ch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 J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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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a Wen Sawa Tatha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 Om Beja Sato Samaya Marubanaya Beja Sato Denu Badicha Jeto Me Bawa Soto Kayu Me Bawa Sopo Kayu Me Bawa Anura Tom Me Bawa Sawa Hasidi Mempuraya Ch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 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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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ha Wen Sawa Tathagata Beja
妈咪们擦贝子巴哇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唵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尼查智宗梅巴哇苏多卡尤梅巴哇苏普卡尤梅巴哇阿努那多梅巴哇沙哇哈西迪门婆那雅擦沙哇伽玛苏扎梅吉达摩悉尼仁古罗哄哈哈哈哈呵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们擦贝子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唵布林，唵布林，唵布林，唵嘛呢呗咪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释莲花九如法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再次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基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观世音菩萨。坎龙萨玛，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图登卡玛，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新春好。新早感恩。新早感恩。萨瓦迪卡。萨瓦迪卡。爱斯特鲁，谁人的？欧拉米哥，给给侬木球，是国音，一级吧，听我之意，球迷，亚宾，不灵不灵，空漫画。
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以前呢、啊，有一句话讲，就是家家观音，户户弥陀，也就是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所度化的众生是最多的。我们也知道，大明六日真言，几乎每一个藏人都念大明六日真言，差不多整个西藏都是他的道场就是四倍观音四倍观音的道场，因为他千百亿化身嘛，他有很多的这个观世音菩萨。你到了日本这个 Kyoto 就是京都啊，33间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就让你数不完。在《高王观世音经》里面提到的四个观音，念到最后的时候是大明观世音还有高明观世音，另外呢开明观世音，观明观世音，这四个观音呢很多人都找不到，这四个观音从哪里来？你到了那个京都，日本京都33间里面就有这四个观音，其他地方你找不到。对，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我们也讲知道这个南浙江普陀山，那是南海观世音，所以现在呢，南海是水的，这是现在大家都在争南海，有南海，南海观世音呢？有没有一个叫南海观世音的？但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我们不能讲这个国家跟国家的之间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笑话，南海观世音是中国的。不然观世音菩萨住哪里啊？就有一个南海观世音，那东海当然一定也是中国的，因为东海龙王住哪里？但是这只是一个话题而已。其实观世音菩萨哪里都有。他是千百亿化身的观世音菩萨，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到。观世音菩萨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可以讲是这个无能胜，无能胜，没有这个菩萨胜过他的，
所有人，他所度化的众生也是最多的。有人讲说观世音菩萨是这个现拟生的相，其实他是因为慈悲才现出拟相。到了这个佛性自显的时候，佛性根本没有男女相，你看《维摩诘经》就知道了。这三花天女，她可以变成这个女生的相，她也可以变成男生的相，佛性没有男女之相。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那个，因为他因为慈悲嘛，啊，他所以才显现女生的相，他没有男女之相。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三花天女。另外还谈到维摩诘的这个法门，他的法门，维摩诘的法门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呢，也就是一，一就是绝对。所以没有相对，是绝对的。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哈。先讲一个笑话吧。有一天呢，两个兄弟在睡觉，弟弟对哥哥讲：“这个哥啊，今天蚊子好多。”这个哥哥就讲，把灯关了，蚊子就看不到我们。后来这个弟弟真的把灯关了，突然间有一双萤火虫飞了进来，弟弟很紧张讲：“哥啊，惨啊，蚊子提着灯笼来找我们。”这是一个笑话啊。这是一般来讲华人啊，华人他听得懂的笑话。这个下班了，别太拼命，否则你会跟夜飞一样。夜飞啊，国文课的老师问叶辉是怎么死的？小明不加思索的举手答：“老师，我知道，他是史上第一位过劳死的。”老师说：“为什么呢？”小明讲：“因为叶辉是被勤快害死的。因为太勤劳，太勤快了。”他真的是被勤快害死的，这只有懂华语的才是。还是这个这种笑话，
这个是笑，这个笑话是笑一位总统。上帝缺少舞伴，就把迈克·杰克逊带走了。他缺少舞伴，迈克·杰克逊。上帝也缺少演员，就把张国荣带走了。上帝缺少保镖，就把李小龙带走了。上帝缺少歌手，就把邓丽君带走了。上帝缺少手机，就把贾伯斯带走了。上帝缺少的司机，就把保罗沃克带。保罗沃克是吗？保罗沃克他是司机吗？喜欢玩赛车啊？喜欢玩赛车。哦，喜欢玩赛车，就把他带走了。上帝啊，你有没有缺总统呢？他可以陪你慢跑跟游泳。是谁啊？马英九。这是笑那个台湾的笑话吧。马英九现在在梅兰腔了。好，这些笑话有人听得懂，有人听不懂。现在讲一个比较重要的，马来西亚莲花义聪问的，师尊在定中之定讲到修禅定也有三四道，一文中有一句话是在真谛实相面前，因果是不存在的。这句话很重要哦，大家不要误解说没有因果。为什么呢？成佛也有成佛之因，那你成了佛就是得到了果，这因果是有因果的，不是没有因果。但是这句话在真谛实相，因果是不存在的，这个就必须要解释了。那这位问的人，马来西亚莲花义聪问的，师尊的意思是成佛以后就没有因果了吗？佛是圆满觉性，不生不灭，自然没有因果，请师尊开示。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不是没有因果，是有因果。但为什么讲因果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这样子讲？我告诉你啊，因就是果，果就是因，所以因就等于果，果也等于是因。要这样子讲，是一呀，是一呀，是不二的。啊，因跟果不是本来是对立的，有因才有果，有果才有因。是融合起来的，所以才讲因果是不存在的，那就是不灭因果。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迷糊啊。比如三世因果，三世在维摩诘经里面讲，三世是不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际一如，是一。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它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也会变成过去啊，现在一下子只要是现在是9:25，你到了10:30的时候啊，我们都不存在了。为我讲的不存在，不是我们都叮叮了，都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就散了，知道吗？现在就会变成过去了，我们不会在同样的人聚在这里啊，坐同样的位置啊，已经过去了。未来呢，也不能讲说未来还没有到，因为未来也会变成现在，现在呢也会变成过去，所以这个叫做三际一如。所以我跟你讲，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因果是没有的。你说两样，错了，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啊，因为因会变成果，果也会变成因。所以我讲因果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也是不灭因果啊。因就是果啊，果就是因啊，哪里有因果？没有因果啊。这是文字上的强辩，文字上强辩的。维摩诘经里面等一下就会跟你提到，因就是果啊，果就是因啊，那是不灭因果，那何必提因果两字呢？就讲因因果果，这是一样嘛，是因跟果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叫做一如。等一下维摩诘经里面都会提到。你说魔吗？诶，魔就是佛啊，佛就是魔啊，这两个是不分的。诶，大家就会很难解释啊，魔就是魔，佛哪里是佛？佛就是佛，魔就是魔，没有这回事。魔也就是佛，佛也就是魔，这太深了，这个你们可能听不太懂，太深了。魔就是魔，为什么是佛呢？我告诉你啊，魔也是佛化的，他来是在考验众生的。其实他是身，佛经里面常常提到魔也是身地的菩萨，是很高的菩萨。所以我讲这个因果是不存在的，因为因就是果嘛，果就是因嘛，是一呀。维摩诘经讲的就是
不二法门。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诘专门讲一，没有讲到二。就是等一下讲维摩诘经就知道了。我跟大家解释啊，因果是一，而不是一个因一个果。因就是果啊，果会变成因，因又会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这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才叫做不灭因果，而不是没有因果。这样听得懂吗？我是强辩了，《金刚经》也是这样子讲的啊，《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嗯，那你得的是什么？就不可得心嘛，就是现在。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如的，没有什么三世，没有三世，我们的佛性也是一如的。佛性也是一如的，他这个太深了，他问的深，我答的也深。那什么叫三世道呢？三世道。有的人希望在人间很富有，像这个圣观音第一富豪法，他是求的就是现世啊，我现世就要变成富豪，或者未来世啊，也不是说未来世啊，将来会变得更好。就是圣观音第一富豪法，第一富豪法。这个一般来讲啊，在有的世界里面呢，你懂得佛法了，就知道三寂一如。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如，横遍十方，空间是无止境的，就是横遍十方。十方就是，好像是说东南西北，然后再加上中间的，就变成八方，再加上上方、下方，就是十方，也就是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所以因果也是一如的啊，只能这样子跟你讲了。其他要讲这个，跟维摩诘讲。讲一群朋友去那个唱歌，到了包厢之后啊，朋友们各种就唱各种的歌，有的秀这个广东话，有的唱韩国的歌利亚的歌，有的唱英文歌，有的唱日本歌。这时候啊，他拿了麦克风唱了一曲大悲咒，我唱完之后大家都很安静，是不是我唱得太好听了？大悲咒也是歌啊，大悲咒。我们讲这个维摩诘经，儿时维摩诘以舍利弗，
维摩诘大士啊，他跟舍利弗尊者讲，这个善花天女啊，他曾经供养过92亿佛，92亿，他供养过92亿佛，也就是侍奉过92亿的佛。他的这能力啊，神通的能力，神通游戏，所有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的神通，他都会的。他的这个行愿已经具足，也就是说，他的所做的跟他的愿力已全部都得到了。他得到的无生法忍住不退转地，就是八地的菩萨，八地的菩萨是不动地，只有七地的菩萨还会退转。这个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七地是眼行地，八地是不动地。因为你得到了无生法忍，你才不会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他的愿力呀，他是可以显现任何一种形象，然后去救度众生的。八地为什么是这个无生法忍？为什么不动地？因为到不动地的意思就是讲说，到了第八地的菩萨，他不会退转，不会退转，叫做不动，就在这个地属于不退转地，叫不动，他不会再动摇自己的道心。得到的是叫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无生这两个字很重要。刚刚我讲，一般来讲，在禅宗里面最高的这个，从初祖开始一直到六祖啊，以后就分成这个一花开五叶，就是变成五个钟啊，一花开五叶变成五个钟。从初祖一直到了六祖，从达摩祖师呢一直到了六祖慧能，他们都讲无声。禅宗最主要是无声。无声是什么样子？是没有我，无声跟无我差不多的啊，像现在那个所谓的无声，《金刚经》里面有讲到，你说卢师尊有说法吗？就说这个释迦牟尼讲，卢师尊没有说法，这个就是对的。如果说卢师尊有说法，那就是谤佛，毁谤如来。怎么回事？明明卢师尊坐在这里说法，他说他没有说法，那是无声。你都没有出声，你还说什么法？你就不会退转了。你证到了你自己本身都无声，你当然没有说法，也没有做过什么事。那个是佛的境界，无声啊，无声法忍就是第八地不退转的地，叫不动地。这个都是讲的，都是很深的。
刚讲了，因果是一，到了无生的时候啊，生死是一，没有生也没有死啊。你证悟了，你根本就不生不死，不生不灭，那就是无我，我都不存在了，哪有说法？证到了无生，你就成了剩下佛性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佛法太深了，讲了大家也听不太懂。有的时候想一想，真的今天讲的都是很深的东西耶，现在才开始讲不二法门。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这是属于第八品，佛道品第八。这个时候啊，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是相等的，两个人的那个都是佛啊，一个是龙种上尊王佛，一个是金树啊，金树佛，金树如来了。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大士：“菩萨因何通达佛道？这个菩萨是如何去通达，如何到达佛的境界？”菩萨如何到达佛的境界？什么原因菩萨可以到达佛的境界？这时候维摩诘就讲了，这个都是太深的东西啊，你如果出来的你绝对听不懂，这个是太深了。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什么意思？菩萨如果行于非道，非道这个菩萨所做的事情呢，不是成佛的事情，就是不是佛道的，不是佛道，他做的事情不是佛道的事情，这个就是通达佛道。哎，怎么这样子讲？这不是矛盾吗？就是刚才我讲的，因就是果，果就是因。我们人刚到这娑婆世界来的时候，哪一个人就是到了佛道，都是做了很多的事，很多的不好的事情，然后忏悔了，就才渐渐变成佛道的。没有一出生就是佛道的，一定是乱七八糟做了一场啊，到时候你听到佛法的时候才说哎，忏悔。忏悔以后就渐渐走上佛道了。哪一个人出生就是佛的？不是了。好，我到26岁，到了26岁，得到这瑶池金母等于菩萨，大菩萨，他给你开了天眼以后，才了解这个。在26岁以前所行的都是非道，但是非道就是通往佛道的，
通往佛道的。所以到这里有没有是百分之百的善人？有没有？你自己认为我这一生通通没有做错事？有没有？请举手啊！如果有的话，请举手。这是出生就是圣贤、圣人。你出生就是孔子？不会吧？就是经过很多的磨练，从非道走到佛道。所以现在呢，你所有的菩萨都是从非道走到佛道的。没有一个出生就是菩萨的，没有。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在舞厅跳舞啊，但是我在舞厅跳舞是非道，但是我也度了这舞厅的很多舞女啊，而且现在也度了那个，他们也有几个人出家啊，莲依法师是那时候舞厅的那个乐团的，有没有？他是舞厅在奏乐的，他是吹，我记得他在吹那个黑笛呀，我打蜡，听得懂吗？他在吹黑笛，他是舞厅里面那个奏乐的团队当中的一员，也度了他呢。啊，他现在也出家，他也是从非道走到，我也是从非道走到佛道的。我年轻的时候啊，二十岁我就在舞厅里面混的，因为我懂得很多那个很多舞啊很多舞的音乐啊，我都懂的。但是那个莲依法师是吧？台北的莲依法师啊，你记得吗？你们认识吗？他就在舞厅里面的乐队当中的一员，他也跟着我出家，我出家他也跟着我，他也是从非道走到这个佛道的。那他妹妹也是出家人呢，现在也是走到正波中来了。他妹妹上回有来啊。你认得吗？莲经法师。莲经法师。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跟着我出家的好几个，一个咪咪也出家，一个秀秀也出家，一个菲菲也出家，哇，好多出家的。跟我跳过舞的舞女也都出家。看度了不少人，都从非道走到佛道的，这就是通达佛道啊。他当初的时候是走在非道上面，但是最后终于通达佛道。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为什么菩萨行于非道呢？这个维摩诘就讲了。若菩萨行无五间而无脑，这个字怎么念？啊？脑会啊？如菩萨如果堕落到无五间，就是最苦的地狱，无五间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其中有一个地狱啊，是苦是没有间断的。像我们人来讲，我们身体有病，它是有间断性的。啊，这时候你会痛得很厉害，一下子你又不痛了，一下子又痛了，这是有间断，有间断的痛。但是在无间地狱里面呢，
是没有间断的痛，那是最苦的地狱啊！任何一秒你都在苦，这是时无间，时间没有间断，是地狱当中里面最苦的地狱。如果菩萨到那无间地狱，也不会感觉到烦恼，跟他的本身也没有什么罪过，但是到了无间地狱，这个就是通达佛道。啊，维摩诘讲这个是什么话？如果不做错事情，怎么会到无间地狱呢？啊，到了无间地狱，他等于也没有感觉到什么苦恼，也没有做错什么。这个维摩诘讲的话简直是几乎是矛盾的，但是这个就是一如啊，也是不二啊。他到无间地狱也是一样的，没有烦恼去度众生，这个就是菩萨。至于地狱无诸罪后，他就是在地狱里面，他也不犯什么错误，也不犯什么错误，到了地狱也不犯什么错误的，这是就是佛道了。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他就是到了畜生道，他也是有智慧的，不会像那个人无明。我们出生就是无明，无明就是说颠倒啊，颠倒很多事情都颠倒，自私啊，那个斗争啊，这些都没有，完全没有，没有无明，也没有骄傲，也没有傲慢，到了出生道，没有这些过失。到了恶鬼道，他到了恶鬼道也是度化那些恶鬼，而且具足了所有的功德。这个讲的都太深了。这个菩萨如果到了色界跟无色界，不以为胜，菩萨就是到了我们讲的三界，就是欲界啊、色界跟无色界。佛教的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不以为胜，不以为到了那里就是最高的点，还在继续的在修行，在做功德。这样听得懂吗？啊，不以为说哦，我已经到了欲界最高天，啊，到了色界最高天，就是色究竟天呐，也就是偏净天呐。我们这里有这个欲界的大自在天是希瓦，啊，希瓦是大自在天，那个大梵天。就是色界第一天，大梵天王布拉玛、西瓦、布拉玛、维斯努是色究竟天，色究竟天就是偏胜偏净天啊，色界最高天，还有色界第一天、欲界最高天，这是西瓦、布拉玛跟维斯努，啊，维斯努的坐骑是嘎鲁达，
这个西瓦的坐骑是大白牛，大白牛。布拉玛是天鹅，天鹅，天鹅。啊，这是印度教的三大神，印度教的三大神。到了色界天，到了无色界天，也不以为这个就是到了最高顶了，而在继续的在行在佛道上面，继续的做功德。世行贪欲而离诸染浊，他表菩萨表现的好像很贪欲，很贪心，有贪心的贪心，但是他又是很清净的。奇怪，贪心也是清净，这就是一如啊。不二法门，贪心它行于非道也是清净的。这是很难解释耶，这维摩诘讲的是什么玩意啊？世行贪欲离诸染浊，你表现得非常的贪心，但是呢你又是离开被污染的，就是清净的。这一点怎么讲呢？好了，我就讲我自己吧。我表现的很贪欲，表现的世行贪欲离诸染浊，我是不被污染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把那个贪欲啊，就转化成了佛法。我上回不是讲过了吗？啊，卢师尊，他好像很贪，很贪欲，但事实上。表现好像是说我表现得很贪心啊，贪表现得很贪心，但事实上我没有被污染，而且是清净的。怎么回事？因为你在做贪心的事情的时候，贪欲的时候啊，你的心是在虚空之中，你没有被这个你这个贪心所污染，听得懂吗？还是不懂？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你还讲经说法做什么？事实上，我能够做得到，我不被污染，不会被意念污染。我不会被那个欲乐所污染，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在舞厅跳舞，那个莲依法师为什么会来跟着我出家？他说卢师尊跟舞女跳舞是有间隔距离的，那电灯按下来的那个我是不跳的，也是电灯亮的时候我才跳舞的。我是真的是在跳舞，但是我没有被舞女所污染。我只能够这样子讲，因为讲的太深了，
我是所有男生当中，我从年轻的时候修了密法以后，就完全没有漏失的，我跟着师父学，就是不漏一点一点一滴的明点。奇怪，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因为那时候我把我的心啊记在这个虚空中的本尊那里啊，我那时候显现我就是本尊啊，我心不在这个欲望贪欲里面啊，是在行贪欲的事情，而把心寄托在清净的本尊那里，跟本尊合一的那种现象，这个才能够解释得通啊。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是怎么回事，但是事实上我跟着师父修法，我学到了这个无漏法。无漏法是什么回事？你不贪于那一种欲乐，但是你在行那一种欲乐的事情，但是你不贪于那一种欲乐，你的心啊跟本尊是合一的，跟你自己的本尊是合一的。这样稍微清楚一点，我都讲不通啊，我都是讲不通了。我能够这样子，世间上啊，一万个人都找不到人，都没有办法找得到了。在表现上啊，我是很追求欲望的，是有色心的，但是没有被污染啊。我那时候跟本尊在一起啊，本尊在念佛，我也在念佛；本尊在那个念经，我也在念经啊。奇怪了，你怎么可以做得到？这行以非道，就是佛道。我的行为是非道，但是我的心是佛道，就是以清净的心在做这个欲望的事情。这就是这样子，我只能够跟大家解释这样子。像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啊，也是在做欲望的事情，但是呢，你是在修法，是在修佛法。所以我以前常常说法，就是讲财，你喜欢财，但是你把财变成你爱钱，把它变成修法，就是财神法。你好色，行为上是好色，你把它变成佛法，就是双身法。密教里面就是双身法，双身的佛法。最后呢，你喜欢名，你把这个喜欢这个名啊变成敬爱法，修敬爱法，你会得到大名。像咕噜咕噜佛母，他是敬爱本尊，你会得到大名。这个就是把非道变成佛道，这样听得懂吗？文芳姐讲的哦，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讲的啦，真的。也就是讲说，你在最最痛苦的无间地狱里面，
那你本身也没有恼怒，不会，没有恼怒。在地狱里面，你也是清净的，你没有什么罪过，没有被污染，在地狱里面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罪。在畜生道，你没有无明，也没有傲慢，你是有智慧的，在畜生道也是有智慧的。在恶鬼道，你也做了很多的功德，积聚了无数的功德。在色界、无色界，也不认为这个是属于最高的点。四行贪欲离诸染浊，刚刚我已经讲了。你在舞厅，但是呢，你是真正在跳舞，而不是被舞女所污染。你在行贪欲，其实你的心跟本尊一样的清净。你把心记在本尊的心上面，就是这样子，维摩诘就是这样子。表面看起来你就是很贪色啊，但事实上你的心跟本尊的心是合一的，你是在修法，那种法叫双身法，在密教才有啊。那如果在显教，这犯了戒律啊，这犯了戒律啊，就是这样。这样听得懂吗？慢慢慢慢就可以，大家就可以听得懂。所以维摩诘讲，非道就是佛道。本来是不通的，非道哪里是佛道？一个是南，一个是北，一个是东，一个是西，怎么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讲的魔就是佛啊，佛就是魔啊，是一如啊，没有二如啊。我告诉你啊，恶就是善啊，善就是恶啊，这善恶一如啊。我还告诉你啊，生就是死啊，死就是生啊，生死一如。所以刚刚回答那个啊，因果，因就是果啊，果就是因啊，哪有什么区分因果的？刚刚的问题啊，我是这样子跟大家讲，他会谈到的。你非常的愤怒，对那个人非常的愤怒，但是你心里是这样子的，你也是以慈悲的心愤怒。所以这个这里的那个金刚啊，五大金刚啊，像大威德金刚啊，啊，这喜金刚啊，像这个喜金刚、圣热金刚、喜金刚，啊，这个十轮金刚啊，都是愤怒相，每一尊都是愤怒相。他愤怒是在表面上愤怒，内心是慈悲众生呀。表面上他很生气、很愤怒，但是其实是在教化众生，是慈悲他，才现愤怒相的。这个都是。
心愚之，而以智慧调伏其心。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大智若愚”。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愚蠢、很笨，但是他的全部都是智慧，全部都是智慧。他用表面上看起来很愚蠢，但是呢，他是以最高的智慧调伏众生的心。你不要看那个我们弟子当中的啊，有一个不太说话的，那是曾红啊，曾红，曾红的表面上他不太会讲话，讲的好像很幼稚，幼稚的话，讲话的声音也是好像很幼稚啊，没有什么智慧。谁知道啊，他是最有智慧的。哎，曾红表面上他是好像看起来讲话像小孩子一样，就觉得哎，怎么搞的，他好像没有智慧啊。啊，事实上他是最有智慧的。他的内在啊，他的内在啊，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的，是最纯净的，是最有智慧的。大家都把他看成他没有智慧，他其实他是最有智慧的，他比这个卢师尊还要聪明的多。他把自己藏起来，最有智慧的。不一样啊！事行愚之，而以智慧调伏其心；事行兼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他看起来是非常贪心的一个人，但是真正他要做的事情，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跟生命贡献给所有的众生。他 看起来很贪心啊，都是很自私自利的，但是事实上他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跟生命去供养众生。事行毁尽而安住境界，他表面上看起来他是犯了戒的，犯了很多的戒，在佛教来讲戒力很深，他犯了很多的戒力，但是呢，他是完全没有犯戒的。奇怪了，犯了戒为什么讲没有这个，好像是说都是清净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你贪财，但是你是在修财神法；你贪色，但是你在修双生法；你贪名，你是在修咕噜咕噜佛母法。看起来你是犯了戒的，这些都是犯戒的，贪就是戒啊！啊，贪本身，你修行人，你贪什么？他看起来都是犯戒的，但是他修的是清净的佛法，行的，他的心呢是境界净清净的，没有犯戒。这个实在是太难讲，这个现在啊，大概只有卢师尊稍微可以讲，
我也不敢讲说自己是对的。表面上你看起来都是做错事情了，但事实上你做的就是用都是清净的。但是你们将来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唬人。你自己有没有清净你自己知道，你不能讲说我现在听了卢师尊的话以后我可以胡作非为，我乱七八糟乱做，然后讲我是清净的，不可以这样子。你是要讲佛经里面常常讲佛说的就是清净的语言，是真实语，是真正的语言，是不二的语言，绝对的语言，清净的语言。不要讲老实话，要讲实话实说。你有没有清净你自己心里知道啊。卢师尊不贪着遗忘，因为我很知足。我告诉你大家，我真的是很知足，知足够了，一切都够了。这知足也是很重要哈，知道满足，知足，所以什么贪也不会，这个生气也不会，啊，都为众生想，不为自己想。所以慈悲喜舍，慈就是给人快乐，悲就是拔除人的痛苦。喜就是欢喜的去做这些布施的工作，舍就是连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时间啊，还有没有说这个是要啊，这个可以，我可以布施，这个我不布施。我没有分别。同样对每一个人同样的恭敬，没有厌憎，没有说我埋怨哪一个人啊，没有喜欢哪一个人，都是平等，平等的施舍，平等的布施。这个就是慈悲喜舍。我们讲到四行毁尽而安住境界，好像是做的事情都是破戒的，犯了戒律的啊，事实上他是完全清净的，守着戒律的，只能够跟大家这样子讲，这样听得懂吗？但是大家要讲真实语啊，你要讲真实语啊，不能讲骗话，不能讲骗人的。你骗人的话，到处拿师尊拿这个经典来讲去骗人，我现在是跟你做清净的事情，阿嬷喂，其实你真正的是贪欲耶，你就不可以讲你是清净的。所以文峰去讲的就是一如没有二。很难做得到齁，难做得到。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我妈你别听话。太晚了。
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赞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3月31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于彩虹雷赞寺主持清明节地藏王菩萨附魔法会，讲授《维摩诘经》，持诵地藏王菩萨法灌顶。彩虹雷赞寺周日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1点15分。法会现场由中英语网络直播，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赞寺网站查询。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For those want to sit with Fuji and Grandmaster, please come forward, line up in the center to receive our Grandmaster empowerment blessing. 不露莲生西里火，红不露莲生西里火，红不露莲生西里火。
시디호옴구루랜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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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시디西里吼嗡咕噜连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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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里恭请法王世尊莲生活佛带领四众弟子顶礼坛城，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法王世尊莲生活佛加持与会四众弟子。读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非常感谢师尊的大加持，感谢师母、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起顶礼感恩师尊，谢谢师尊。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慈悲大家使我们每一位。谢谢师尊，师尊晚安，师尊明天见，大家晚安，大家明天见。